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立侯利哉，我是少君。今天很开心，节目中邀请到的是苓雅区林威里里长罗丽萍里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里长好，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我是苓雅区林威里里长罗丽萍，大家好。嘿，里长，我们哦知道说你好很聪明呢，你运用这个现代科技啊，把这个呢你服务处的这个门铃还连接到你的手机，让这个你可能。刚好外出啊不在的时候，你们这个事物不漏接的情况，对对，那我们先进一段这个影片来看看呢是怎么去运作的。好，我们先进一段这个影片。喂，里长在家吗？是，你好，我不在家哎。哦，这样，里长在外面。哦，里长，我要来拜访您。李明到里长服务处，最怕就是遇到里长不在家。不过苓雅区林威里可就没这个问题，因为里长罗丽萍早早就将门铃连线到手机，甚至还用手机遥控门锁，让李明可以先进服务处休息，不用待在外头罚站。有人打电话我不会漏死，可是万一按门铃的话，那有可能就会漏死掉。所以那时候我有跟我先生讲说，现在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科技，说电话门铃可以转到手机，那刚好也有这么一个科技的新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其实也蛮久了，应该最少有十几年以上了。哎，所以我装这个，从我这边，我九十年搬到这边来，已经我的门铃转到手机来，已经有十四五年了。里长说，当初是由老公协助完成这个装置，多年来服务里民百分百，丝毫不用担心会有遗珠之憾。他来找我，虽然他没有办法进去。他可能不愿意到我家里面去做，但是我却请他留下电话号码来，然后请他我回来跟他联络，甚至我家的监视器我要以那个时间去看看是谁来找我，我也会直接找到他那边去，所以他也会觉得说啊，你怎么知道是我去找你，对他们也会很惊讶，也会觉得很温馨很窝心。至于会不会担心不在家时开门让李明进入屋内造成损失，里长笑称完全不会，再者还有监视器，也让他放120颗星。我们里面不会这样子会到里面乱翻乱搞，因为毕竟我有装很多台的监视系统，谁进来都很清楚，只要经过我家门口或是到我家来，你要按了门铃我都知道是谁，甚至我在手机也可以看得到啊，因为有远端那个远端视讯嘛，都可以看得到，对，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拜科技之赐，让里长服务里民更上一层楼，下次到林威里办公室洽公，不用担心里长在不在家，按下门铃马上连线到手机，里长人在哪里随时都可联络上。好，里长当初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啊，要把这个手机呢可以连线到家里的这个门铃？对，最早是我当里长的时候，我从国外进的一个电话，用我家的电话，我可以到外面可以接，那是很早期，可能很少人会知道。是，可以接电话，不是手机哦，是电话，我在外面就可以接我家的电话。哦，我那时候的科技就可以到这样子，算是室内电话连接到手机。不是，就是我拿室内电话机转，直接就是接电话，就是室内的电话。哦，这个你们都不知道，这个真的不知道。对，这个在早期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一个科技。嗯，那后来因为我家有整修的时候，因为我们家有可以装那个叫总机，是。那总机的时候，电话工在接电话说：“哎，这个我要把门铃直接接到我的那个家里的电话。”嗯。那家里的电话，他是说可以转到手机。哦，那我说那这太好了，因为这样的科技就是早期你在外面的时候，家里的电器用品你可以用电话用手机去遥控，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当时我也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一个东西，因为我如果外出了不在家，有人里面来找了，甚至是朋友来找，一按门铃，对，我就可以知道是谁来找我，都不漏接的。是，因为尤其是里长这个工作啊，常常里面三不五时，可能不是说打电话，对，尤其卡几呗，对，他就直接冲到办公室去找里长了。对对对。对，所以针对说，有时候去找你一次两次，让里面碰到说，你丢奶龙伯滴耶。对对对啊，所以有时候来找说按门铃，嗯，他以为我在家。我说你等我一下哦，哎，结果是从外面回来的，就他我里面都很压抑，说哎，里长你怎么是从外面？你不是在家吗？我说对，因为我的家门铃可以，你按门铃就可以在我手机上面，甚至你按了门铃没讲话，我还可以在手机看到你们是谁来找我。
我就还有结合影像，我还有那个，对对对，我有摄影机，然后又结合在一起，所以说甚至待的时候，有的人不晓得会在门铃讲电话哈，然后就我一看，哎，是谁回来，我就找他，他们都也会很奇怪说，哎，李长你怎么知道是我去找你？所以现在李长是把这个高科技啊运用得很彻底，对对，甚至像我们巡逻的来，有时候我不在家，我还可以开门。用手机开门，还有开门的这个功能，对，对，哇！所以我发现说，不只说李明按门铃，李长可以接，甚至连这个开门都可以，因为可能刚好要进去那个什么东西，对，对没错。你有时候就外出真的不方便，对，对，那借由这个科技就可以操作，真的，这个是非常。新的一个科技，有很多人不知道。那这样子带来的这个便利哦，李明的这个反应如何呢？对啊，他们都很讶异啊。里长怎么会我打按门铃，你会从外面回来，不是从你们家出来？因为可能刚好在附近就可以赶回来了。对，甚至我会跟他讲说，你稍微等我一下，我马上到。他还想说我可能在楼上忙，所以叫我。请他等一下，结果他不知道是我从外面回来，那他自己真的也是我蛮惊讶的。对对，所以透过呢这个科技的进步呢，其实我们其实解决蛮多不方便的事情。那其他民众也可以学起来。如果有时候办公室啊，不一定是你办公室，自己可能有一些小公司啦，他其实也蛮需要这样这方面的功能。对、啊，其实这个应该去宣导一下。对，这么高的科技，对，那是不是知道人并不多？也是因为是先生的关系哦，他可以帮你做这个打造的部分。哦，对，因为就是说，我先生我们是做也是做工程的，做监视系统的。所以我先生帮我这个方面帮我很多，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对，然后他也很挺我，所以我才可以这么用心努力去做我的好里长。有一句话是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有一个伟大的女人，但现在我听到的是一个成功里长背后，哇，有一个算是用心哦，在挺老婆的这个先生。对对对，其实这是真的，因为当一个女性要在外面在公领域里面，其实先生要很大的支持，才有办法做得好。哇，所以里长呢，我们知道您已经当六届了，对，那这样子一路走来哦，这个坚持，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这个心路历程这样。啊，这个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那当初也没有想到会当里长，那在因缘机会之下当了里长以后，我就很认真、很努力在。这个方面去发展，包括像早期的监视系统，在当时可能是我第一个在社区里面装设监视系统，在86年的时候，民国86年，对，我就在社区里面装监视系统，也因为这样子，我的抛砖引玉，所以呢，现在整个台湾整个我们台湾都很多地方都在装监视系统，也因为是这个样子。当时的内政部长黄祖文，他也因为来到里里面看这个监视系统，觉得非常好，所以他就去推广。那慢慢渐渐的，整个政府就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所以现在有很多都是政府做的一个监视系统。那我们家的监视系统到现在。我还保持得非常的好，就从86年到现在，对，然后呢，我都不断的在更新我的软体，包括硬体，以前从类比的，到现在是数位的，以前是一台电视，一台录影机，那现在整个是从完全是电脑的，所以一台电脑就可以看到很多，而且画质什么都比以前好太多了，所以在这方面的这个费用啊，说实在的，都是我先生大力的支持，所以才有办法。因为这个都是靠我自己的费，自己的经费，因为没有政府没有补助我，就自己投入，对啊，政府没有补助我们这一块，是，那也没有什么回馈金可以补助，那都靠我们自己。所以这将近二十年来所花费在这个监视系统，真的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从类比数位到现在，所有的软体都一直在更新，已经花了好几百万了。哇，那这样真的要非常愿意投入呢，你才有办法去做出这样的事情。也就是因为我先生他愿意这样子，让我这样子毫无顾忌的去花这些钱。哇，
那有这样先生也是很幸福。对，刚刚里长有提到整个从类比讯号啊转换到这个数位，那画质应该是差很多了。当然了，以前的摄影机是用录影带的，而且录影带是要重复使用，大概一个礼拜甚至一个月就要换掉了，因为它那个磁带会磨损嘛。嗯，那以前你可以常常看到有很多有时候画面都是不清楚的。 对颗粒比较大。对，但是当你要看的时候就不是很清楚，可是现在的不一样，现在你看到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完全是一样的。是，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跟着时代在走，要与时俱进，该更新的我们还是要去做更新的部分。 没错对啊，所以这样子一路走来有先生这样子在背后支持。对，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对，有这么好的一个先生这样子配合我，然后又让我毫无顾忌的，然后去做我想要做的。是，所以才可以把我们林威里经营得很好。哇，那这样住在林威里也是很幸福。因为知道装了这么多监视器之后呢，其实大家也知道这个治安上哦，对，也会变得很好，大家不敢去，甚至是外来的人，哎，在他家我在。对啊，对。像早期的时候，我们林威里还抢案蛮多的，包括我自己刚当里长的时候都被抢。对，那个时候比较对，十几年前甚至五六年前，真的抢案，十几年前的随处可能发现你包包放在外面，都会被抢，被抢走。那后来因为我们装了监视器以后，那有很多的资料可以提供给警方，对，那都破案了。所以我们林威里以后在这种抢案的机会几乎变成零了。几乎快要绝迹了，这样。对，那像最近前几个月，像有敲车，那个敲车，那个车子车窗的，然后去拿里面的一些财物，然后我们的摄影机就照到他的那个影像都非常清楚，所以我们提供给警方，然后就很快的就抓到这个嫌犯了，所以也破案了。对，所以这个监视系统的帮助算是非常的大哦。对，没错，大幅降低了整个里内的这个犯案率啦。那大家住起来也是很安心。当然除了这个我们机器好、监视系统好之外，我知道里长在带领这个巡守队哦，也是很用心，多次得到这个肯定哦，跟我们分享一下。对，我们巡守队我们也做了，也做了快二十年了。那我们巡守队就从里长这样就任以来，对，那时候就任以后没多久，我们就成立巡守队。那我们这巡守队，我们都是从里长啊，还有这里面热心人士啊，他们来参与。那我们的巡守队，我们早期还有少年铁骑队，少年铁骑队，这是跟我们说明一下，第一次听到这个。那时候少年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巡守队都大部分都是夫妻，因为我们都鼓励夫妻来参与我们社区的活动，那父母没空了，对，然后我就打电话，他们有时候小朋友会打电话说：“阿姨，我爸妈今天不在。”我说：“哦，这样子，那要不要你来帮爸爸妈妈巡逻一下？”后来他们就也很开心的乐意来，来了以后我说：“哎，你可以找你同学一起来。”啊，那我们就找了几个同学一起来参加，那骑这个脚踏车，那在里面巡逻。那他们有时候我，因为以前那时候我先生也喜欢玩那个火腿族的那个对讲机，是给那小朋友玩。那现在已经不流行这些东西了嘛，哈。那时候他们就还开心哦，啊，有这么好玩的东西，对，然后就拿着那个对讲机就开始，阿姨，我们走到哪里，我们打哪里，什么状况就会跟我们跟你通回报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就会带了大概七八个同学一起来，对，然后就骑着他们的脚踏车，然后就会炫一下，因为我们的社区都是一些家庭状况都不错的，他们不是一部脚踏车，他们有两部、三部脚踏车，然后他们还会自己去改装，然后他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跟他父母分享，可能父母会责备，然后就跟来我这边的时候就跟我分享，你看阿姨，我这个脚踏车改怎么样了，我这个脚踏车改怎么样，就像现在年轻人改摩托车改汽车一样，对，炫一下，然后他就很开心，然后就很喜欢来我们这边巡逻。是，然后呢他们来巡逻我都是安排他们礼拜六跟礼拜天，比较不影响课业，对，这个，不会影响课业，但是孩子的妈也都会怕孩子的功课会影响，他就说他们期待礼拜六礼拜天来
里长阿姨家巡逻，可是父母就会说，好，你把先把功课做好，那你要做什么，包括洗碗啊，包括家里怎么样，他们都把它做得很好，因为他们有一股动力说，我把这些做好了，我就可以到里长阿姨家那边，然后跟阿姨分享啊，所以他们就每个礼拜，所以他们父母也很乐意让他们小朋友来我们家，让他们从小学、高中、小学、国中、大学，有的因为大学就离开高雄了，就没参与，他就是小学、国中、高中，哇，所以这样子，有一段时间非常对他们的影响也是很大，很大。那他们现在都长大了，成家立业了，哇，那段也是他们青春的很对，觉得很重要、很宝贵的回忆。对，那当时像社会局，也是很鼓励我们这一块，像他们都送他们这个脚踏车的帽子，对。我还送给他们帽子，对，是，对，因为我们看到比较多都是，像里长刚刚讲到，就是夫妻啦，就是比较，爸爸妈妈在参与，那真的像青少年一起投入的，真的比较少，所以里长在这个早在20年前就有这样的想法，而且让青年呢自己来算是维护自己的家园，对，然后甚至他们就是我觉得我在我的看法里面说，从小去培养他们对社区的观念。哦，这什么叫社区总体营造？然后我们就从小去让小孩子去参与社区，然后小孩子一参加这些，这样将来长大对社区他有一份关怀。对，像他们，我就记得有一次，他们平常巡逻，但是在里面看到，就算不是巡逻时间，看到里面有什么状况，他会打电话给我。阿姨，哪个地方怎么样？有一部车在那边很奇怪哦。阿姨，昨天晚上那个车子叫很久了，你有没有发现？是汽车有那个警报器啊。啊，阿姨，哪里怎么样？他都会无形之中就培养他们对社区的一种关怀。其实就算不是他们巡守的时间啊，他们警觉性就提高了。对，没错。因为他们就有这个参与的过程。对。哇，这里长这个想法真的很棒。哎，现在还有？没有，慢慢的，因为。现在孩子生的少，对，那孩子家长都呵护得非常的好。那现在是怎么样？现在是我们的巡守队就是都是夫妻多嘛。那如果说夫妻两方有一方不能来的时候，他会带着儿女来、媳妇来、女婿来，他全家动员，所以我们对，所以我们的巡守队等于是一种大家庭。那而且都会全部家里的人都会来参与，对。所以现在变成可以带着温馨孩子一起来这样参加的话，我们都会鼓励说啊，没关系啊。那所以他们就是现在是带大孩子来的，带大孩子的，真的，尤其小朋友有些六日都还要补习。对呀，对呀，可能就比较没有时间，比较不放心。对，嗯，哇，所以里长呢打造的非常的成功。那要再请里长分享一下林威里有没有比较特色的小吃啊，或是景点呢？对，哦。说起来，我们林威里的特色，我们林威里是属于一个公教区，然后也是文化区，啊，那像在我们厦门街呢，我就看了一下，像我们厦门街有花店，啊，有洗衣服店，洗衣服店就有两家，美容院厦门街，光是厦门街就有五六家，那整个里面的美法院哦，有预约的有十几家，整个里面哈，然后还有早餐店，还有。服饰店有专门卖日本的服饰，有专门卖台湾这个设计师的品牌的，哦，然后还有我们那个美容板条也将近快30年了，哎，然后还有那个寿司卖寿司的，然后还有还有那个专门自己设计的中国服饰，是，哎，手工旗袍这种，对，服饰中国风自己设计，而且是母子，哦，是母子，一对母子在做，那这样也是传承很久，对，这样子在做，所以我说我们林威里还有还有婚纱店，还有代书，那还有那个专门经营那个进口那个。洗头发的专门给那个美发院的，对，所以整个厦门街是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还有咖啡店，还有我们这个咖啡店，
这是比较集中在厦门街这个区域。对，厦门街，对，我们厦门街还有韩食，新兴韩食，韩国料理，对，韩国人来开的。哇，所以算是一应俱全，什么都有，什么都有，很丰富，食衣住行，食衣住行，还有旅行社也有。那我们那个咖啡店，在我们家隔壁的那个咖啡店，它还是一个拉花很有名的，很有名。他还到上海去，那个说要到上海去表演那个咖啡拉花。那还有客制，还可以客制化，还可以客制化。对，你比如说他带着他们家的狗来，就他想在咖啡上面留下他的狗的形象，或者是照片，他可以把它绘画。这个工要做得非常真的很棒哎，真的真的很棒。我还有带他的那个拉花的那个杂志都帮他报了，哇！所以呢，到林维里哦，这样一趟走下来，不管要吃点东西啦，像李长讲的、啊，要喝个咖啡啊，对啊，对，而且他用个美发这样子，用的美美的，对，然后或是有任何机能上的需求，到这个刚李长特别在这个厦门街这个区域嘛，对，哇，就那厦门街就只是只有。就在我们里里面而已，它也没有超过我们里里面。对，那厦门街就非常热闹、就非常的热闹，非常热闹。所以是很欢迎观众朋友呢，也可以到我们林维里去走走。那当然也可以去找里长聊聊天、啊。对啊，对啊、像我们里里面比较有名的台南担子面，那三立电视公司总公司也在我们里面。哇，那这样子算是非常的丰富哦。对，住在林维里也是一个幸福社区，对呀、啊，没错，对。對那里长可以再跟我们聊聊说，对，接下来啊，对，做了这么长时间的里长哦，对未来哦，这个里上发展的期待呢？对，像我在里里面做那么多那么久了，所以对里里面呢，可是说了若指掌啊、不管大楼的、透天的、公寓的，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那像这次我们不是自来水费都增加了污水使用费吗？那这一次我就帮我们里面，有两栋公寓，然后去帮他们争取，就是因为他接管不够完整。那像这个很多里长不见得会知道这个，包括我的里民都不晓得说啊，里长什么叫污水接管？我到他们家去测，带着水利局的去测那个水的流向的时候，他们还是不太清楚说什么叫污水接管。住楼上的，除了你住一楼的会清楚一下啊，因为当初在施工的时候，他们有看到才就会。那其他住上面是完全不知道，住在上面的什么叫做污水接管，很多人都不清楚，现在连看都没有看到、对啊，他也不知道，所以甚至我都要教他们来看，我教你们有看到这个水沟旁边有那个白色的孔盖的那个就是有污水接管，你没有的话那就是没有、所以我一直很努力的在我们里面不管大大小小的工程或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都很用心在这边经营。以后呢，将来以后还是一样，保持我永远就是一开始的心到现在永远都是如此、是。所以呢，里长呢把这个里面照顾得非常好，整个里的这个氛围呢，不管是艺文的感觉啦，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有这个浓浓的这种温馨的感觉。对，平常我们会办一些活动，比如说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办中秋晚会，那中秋晚会的时候一般呢都是唱唱歌啦，然后就是一些娱乐节目，但是我在办中秋晚会的时候我就用的比较温馨一点的，比较就是说像我会请消防局的来做这方面的宣导，然后或者是家暴中心的来这边做妇幼的宣导、或者是交通的宣导，那我办的就是用这种比较大家生活上的生活上的需求，尤其是在这个佳节欢乐的气氛，那是很重要，贴近我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事项，还是不能忘记。那因为你平常要做这样的宣导，可能来的人不多，对，大家聚集起来，你想这里很聪明哎。然后我就利用中秋晚会啦，然后一来的时候就是一两百个，因为大家一定会把这个假期空下来嘛，对，没错，对，没错。那还可以享受一些美食啦，然后我送一些纪念品啦，就会然后摸彩啦，就吸引很多人来。那相对的在这方面，我们就这样子的做这样的宣导，大家对日常生活的一个环境啦，
都有一种概念，慢慢慢慢对这方面，所以我们里面很少有发生其他像什么火灾啦这些家暴啦，因为平常就把我们黎明教育得很好，对，尤其是透过这样子大型的节庆呢，哇，去做宣导，不管大大小小都能够参与，毕竟家园还是自己的，对呀，因为住在这个社区，而且尤其是还有里长这么好在带领大家，一定是会不断的前进，而且活力是会满满的。对，那因为时间的关系，跟里长聊得很开心，谢谢，那希望呢下次还有机会再到我们工地活力再分享林威里的大小事。 好，谢谢你，谢谢。区里的大小事情，请您告诉我们，让我们带所有高雄人去看，说给所有高雄人来听。每周四晚间9点，敬请锁定第四频道高雄都会台，公立合理哉。每日透早，阮拢是准时出发，不管日时也是暗暝，不管寒天也是热天，拢会使看到阮的身影。因为这20几年来为高雄市民服务，就是阮上重要的任务。永远的老朋友，庆年港都有线电视。